澳洲北领地达尔文究竟有咩做？依家去揾鳄鱼，有啲惊入咗去呢度，周围咩都冇，但你觉得好似总有一只鳄鱼喺左紧。虽然有个笼，但咁近距离同鳄鱼游水，睇到都好惊啊！个蛟龙被咬到花晒，但都可以好清楚咁见到鳄鱼啲牙。因为佢啲系鸡肉嚟嘅，系啊。哇！哇！唔敢同大鳄鱼游水，不如试下抱细鳄鱼。I'm gonna fix your hair. Yeah. Thank you. Feels like I'm in a fashion show. Yeah. I'm your hairstylist, and this is your hat. 历时两个钟，见到唔少鳄鱼，又好震撼，睇到好麻木，仲见到其他野生动物，好似野猪、雀仔等等。坐呢个嘅小型飞机睇卡卡杜全景，真正嘅航拍，第一次坐啊，好紧张啊！依家要去签嘢磅重。卡卡杜国家公园系澳洲最大嘅国家公园，面积达20,000平方公里，到处都系湿地，仲有唔少岩石区同河流。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有最豪的光平住宿，只有10间客房，入面设备够晒齐全，打开门就是大片森林靓景。仲有私人飞机跑道，可以直接搭飞机嚟入住。酒店仲有 Sunset Tour， 专人车你去湿地睇日落，仲准备埋小食同酒水，真是超豪享受。